大家好，我是苏克胖子啊，我们来拆一个快递。今天把东西都搬店里去了啊，这有些还是在家里拍，后面的话可能会把拍视频的地点换到店里面。我最近还是在家里拍，那边还没有完全弄好，可能还得要一点时间吧。是啊，今天下午接待了一个朋友，还聊了一下午，扯扯淡啊什么的，还挺好的，有个店还是对的。多一些线下的交流，朋友之间也可以带点东西过来看看，对，这样的话也比较好一点。刚才一堆东西啊，看看都是啥呀？哎呀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拿一个盒子装着的，一堆爆蓝锈的钱币啊，这是大关，一个小大关，状态还行吧。景德园。大关降通啊，这是个啥呀？黄宋，这个也挺精致的。嘿嘿，这个大关好像还是个漏裂的，漏眼了。七个大关啊，大关的屁股还是明显不一样，这个缘分还有点意思。犀牛又是个大关，降服原液又一个大关，制品大字啊，天圣篆书，又是个大官，品相不太好。大官品相一般般啊。锦六元，这也是个大官，估计。视频又来一个大官，发穿了啊，还是一个大官，不是降通的哟。这个肯定也是个大关，可以看一下它的尺寸。这是短尾大，圆釉，行，这个也是大关啊，不过我们不少大关，反正感觉没锈的都是大关，反正。好多的大关啊，小大关，字口还可以，就是状态一般嘛。来的也不贵，反正有的时候看到那种小东西也顺手收一收，差不多是6块钱一个吧。啊，收了一堆，6块钱一个。行吧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